现在的选秀恋爱等综艺节目层出不穷，谁能想到中国好声音才是前几年的选秀综艺之王呢？不仅有很多素人火热报名，就连一些大佬也冒充选手参赛，让导师们措手不及。下面就来看看有哪些参加好声音的明星吧。我先告诉大家，我是刘德华，谢谢你们的掌声。就比如2022好声音总决赛上，作为天王的刘德华竟然亲临现场，幸好是作为颁奖嘉宾，要是作为参赛选手，估计没一个能打的。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只好等再来生里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，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。陈奕迅称得上唱功殿堂级人物，他是中国流行音乐歌手之中最好的中低音歌手，没有之一。曾伴学员演唱了自己的十年，刚开口时故意跑调，被导师嘲笑，正常发挥后导师瞬间转身，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这是爱与愁，谁能靠它活多久？我们终于可以确定，彼此无法适应，才在倾盆大雨的夜。黄渤偷偷参加好声音献唱《爱与愁》，一入场便引来欢呼，四位导师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结果导师一转身都乐开花了。那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转身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后边的人逼着我转身？转过来之后我觉得你唱的太好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是伍思凯，但是后来我听到最后，我听出来又不是伍思凯。峰哥怎么转了？主要是就是觉得味道不太一样，和其他的选手。听出来没有？有色会出是你不必为此收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每一缕飘香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费玉清自踏进歌坛迄今所唱的情歌深情动人，赢得了金嗓歌王的雅号。他假装学员去演唱了一首青花瓷，周杰伦分分钟爆灯，那英看到真人后也是吓得不轻。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我情深何来，生死难猜，用一生谭教父陈彼得参加好声音，整首歌曲完毕竟没有一人转身，但他唱完之后四位导师纷纷转过来为他喝彩，与澄清表示我们不配做他的导师。 Remember me, Don't I have to travel far, Remember me, It's time you hear us.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记得关注和转发哦。看到这位帅爷爷啊，对不起，我要站起来致敬了。我每次看到他，我都要站起来致敬啊，帅爷爷。这个是我们这个乐坛的前辈哦，陈彼得老师。哇，
你们知道陈彼得老师有做过很多作品，